据说黄金起司王国曾经是饼干世界里最富裕的王国，这其中肯定藏有不为饼知的秘密。那些留存的遗迹和文物们都会为我解答吧。考古学是一门回顾过去的学问，一起去挖掘新文物吗？有新发现？别小看考古学家，用铲子教训你！是时候出现错误了。我会在控制室好好监控的。你要和我打赌吗？有趣的事要发生了，来点乐趣吧！重新启动，重新整理。金光闪闪的东西全是真的。你认为自己是对的话，那就放马过来吧。要不要和我一起飞呢？啊，沙子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蠕动，我去快速的朝这里过来。是沙漠里的沙尖角虫，那家伙能吸进任何东西。让我们来好好教训他。姜饼人王国，你要不要用王国和我打赌呀？开玩笑的。